Hello， 全联葡萄酒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莱特，又到了周五红酒趴的时间了。今天来介绍哪一款酒呢？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一款来自于智利的智利之星 Isla Negra。Isla Negra 这个意思代表的是一个黑鸟，黑色的鸟的意思。那它酒标上面还写了 Cabernet Sauvignon， 表示这支酒用的是 Cabernet Sauvignon 这个葡萄品种。那在智利，其实在酒标上面标了葡萄品种，不代表一定要百分之百。像这款酒用了 85% 的 Cabernet Sauvignon， 另外 15% 呢有着 Merlot， 有着 Gamay， 有着 Syrah， 另外三个葡萄品种的混酿。我们来喝喝看吧。因为它是 Cabernet Sauvignon 为主体，所以可以感受到这种黑色的李子、黑醋栗，然后甚至有这种黑桑葚的这种酸度的感觉。然后因为有像是Syrah啦、Gamay， 所以可以感受到微微的那种新香料的味道。那这支酒最特别的感受是在于说，它的木质香气甚至带有这种摩卡巧克力的风味。所以这支酒我会蛮建议可以来搭配一些像是烧肉的那种酱烧的料理，因为它的那种巧克力的味道，甚至它这种新香料的味道也可以去搭配像是一些葱爆类的料理，像是葱爆牛肉、葱爆羊肉，搭配起来都会很棒的，相信你会喜欢。 Cheers。